宜。今使子集，今使子。 A. 诗经各篇出无标题，今所见之标题乃后人所加。 B. 左传虽系编年体史书，然后是古文加亦颇得其沾盖。 C. 五代史有新旧二部，新五代史系宋 X 与欧阳修共纂。 D. 战国策一书定名于西汉刘向，今所见者为北宋曾巩孝本。一宋人朱熹号伯庐，者有治家格言。答案 A、B、D。 三经书 A. 六经亦可称为六义。 B. 周礼原名周官，是记载古代官制之书。 C. 十三经中春秋独占四种，即春秋经、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D. 尚书所记起自尧舜，止于秦穆公，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典籍。一而雅士早期的字书重在解释文字的结构性质，与许慎的说文解字相近。答案 A、B、D。 四子集 A 儒道墨法四家俱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称六家之中。 B 荀子之学原出孟子，以礼为宗。C. 吕氏春秋淮南子并未杂家之书。 D. 汉赋发源自楚辞与荀子赋篇。 E. 西游记为章回体小说。答案 A、D、E。 E. 下列叙述何者为正确？ A. 诗经为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今时存305篇。B. 诗经以四这为主，古诗以五言为主，此曲之句式则长短不一。 C. 元曲有散曲、客曲之分，散曲和客曲皆有科白，皆可以表演。 D. 近体诗乃相对于古体诗而言，分绝句、律诗两种，其体完成于唐代。 E. 近体诗可以换韵，古体诗不能换韵。答案 A、B、D。 二 A 体裁介于诗文之间，源于《诗经》，甚于两汉。B 魏晋南北朝便为排赋，唐则便为律赋。C 宋人所作，受古文影响，称为文赋，盖即陆基文赋之苗裔。D 文赋化典重未流利，即近散文，故又称散赋。苏轼《赤壁赋》及其代表。一《赤壁赋》以问答成文，为苏轼所独创。答案 A、B、D。 一下列叙述何者为正确？ A 吕氏春秋一书《汉书》一文志列入杂家。 B 战国策非一十一的一人之作，各篇作者已不可考。 C. 李斯为荀况弟子，善为文，亦为文字学家。 D. 新五代史有一行传，盖承后汉书独行传而来。 E.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其书编年纪是以鲁史为中心。答案 A、B、C、D、E。二，有关左传、国语、史记三书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左传、国语并为春秋三传之一。 B、 史记本为史书通称，后世成为司马迁使者的专称。 C、 左传、国语皆编年记事，史记则为纪传体。 D、 左传、国语主要记春秋时代事，史记所记则起自皇帝气西汉前期。一、三书特色。比较而言，左传着重在史事的记载，国语偏重在纪言以劝善，史记则重在人物事迹的描绘。答案 B、D、E。 一、词曲的特质。 A、词牌与曲牌乃为词曲固定的格式，亦即是词曲的乐谱，词曲即应受音乐的影响，故其句子长短不一。 B、 词曲所使用的音乐多受外国的影响，尤以受印度的影响最大。 C、 苏东坡、柳永二人在词家中被称为豪放派，其所作词是属于词文学中的变调。D、 曲有散曲、套曲之分别，其中套曲若加以刻白，即可以用来表演故事。一、曲的每句字数皆有固定，但歌者为增韵律之美，常在其中任意加字，谓之衬字。答案 A、B、E。 二、元曲。 A、 可分为句曲与散曲，句曲可以表演，散曲只可清唱。 B、 句曲中的科是指动作，白是指对话或独白。 C、 马致远、关汉卿、张可久、白朴均以杂剧名号为元曲四大家。 D、 元曲每句字数原本固定，歌者却可增加衬字。 E、 散曲又有小令和套曲二种，套曲是和数各宫调区为一套，自成首尾，故又称套数。答案 A、B、D。 三、词与曲同是配合乐能够歌唱的诗，但二者所不同的是 A、 词韵不如诗韵古，但比曲韵新。 B、 词用语较典雅，曲用语较礼俗。 C、 词不可加衬字，曲可以加衬字。D、 词为宋代文学的主流，曲为元代文学的主流。一、词有小令、长调，曲有小令、套数。答案 B、C、D、E。 四、诗、词、曲。 A、 乐府诗多长短句，独李白之作皆句法整齐，俨如五言古诗。 B、古诗句数不限，不分平仄，异于近体，然只分五言、七言两种，则与近体相同。 C、 孟浩然、素同庐江寄广陵旧游，属五言；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则属七言，但同为律诗。 D、 苏轼《念奴娇·中·羽扇纶巾》乃描写诸葛亮之轻便洒脱。一、元曲每句中字数固定，歌者为增韵律之美，则可任意增字。答案 C、E。 五、关于唐诗之叙述，何者为正确？ A、 崔颢作《黄鹤楼》诗，李白网游见之，题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歌笔即李白游金陵凤凰台，作诗摹之。 B、 岑参、
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写轮台饯别，春光旖旎之景色。 C 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二人之诗皆以淡远闲静胜，唯孟浩然因怀才未展，时有寂寞不平之气，王维则官城身退，恬静而自得。故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为王维之诗倚杖柴门外，临讽听木蝉，乃孟浩然之句。第五七言绝句与律诗，兴盛于唐朝，因其体制与以往之诗不同，故名近体诗，又名经体。以古诗乃有别于近体诗而言，分五七言两种，亦有杂言者，为不多见。其句数不限，平仄不分，较近体诗未自由。杜甫《赠卫八处士》一篇，即属古诗作品。答案 A。 第一，一点论论文。 A 曹丕论文一篇，始赋予文学以独立之生命，此篇允为中国文学批评之始。句 B 赋义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亦谓赋义之与班固，情义如兄弟之亲。 C 孔融体气高妙，指作者之精神本体及其 X 赋修养所表现出不同之气质，故谓之体气。 D 本篇将文章分为奏议、诸论、各类、诗赋四体，此为中国文学中文章分体之始。一若就曹丕所言，昔伯忧而演，亦周代显而至，礼亦与观之论文。通之文学亦观念，与后世所谓之纯文学尚有不合之处。答案 A、C、D、E。 一东风之我欲山行，吹断岩间积雨，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出日挂铜针。也桃寒笑竹篱短，惜字遥沙水清。惜燕人家应罪恶，煮情烧响春耕。苏轼星辰道中，上引苏诗内应田的字，最适当的是 A 林雨柴， B 冲石水， C 横桥茶， D 深柳寻。答案 D 二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并深醉绝风漏早，归梦不知山水。左感岁时歌慷慨，岂看天地色凄凉，鸣蝉更行人耳，震抱梧桐叶半黄。上引律诗内应填入的字，最恰当的选项是 A 长斜线乱， B 摇斜线闹， C 荒斜线醉， D 广斜线撩。答案 A。 一下列关于书信的叙述，正确的选项是 A 台谏、大谏、会谏，用于长辈。 B 凡对人称自己的家族亲戚年长于己者加一，加字小于己者加一，舍字。 C 对句父母及父母的结尾问候语，可用叩请父安，顺后起居。 D 信封中录写受信人姓名称呼，收起语如不用一般称呼，改用职称，则职称宜在信下名上，并宜偏右书写。一明信片中录不可用起字，左边不用兼而代以记字。答案 B 一二选出下列有关古人书信写法不正确的选项。
A. 信守可以先属几名，如司马迁、鲍仁安书、曹丕与吴直书、白居易与袁维之书，皆是此例。B. 顿首，指以头扣的，乃古代书信常用的敬词，一般用于书信开头或结尾，如秋池与陈伯之书。C. 于为晚辈对长辈自谦之词，有时亦可用作老臣对幼主之自称，如李斯、简、逐客书。D. 仆为自谦之词，于对方则称其字号，如白居易与袁维之书。答案 C。 三，下列内常用题词使用错误的选项是 A. 叶绍陶朱，用于贺商家开张。 B. 复寿全归，用于贺长者寿诞。 C. 琴瑟友之，用于贺新婚喜庆。 D. 春秋笔法，用于贺报馆开业。答案 B。 四，下列书信的起封词正确的选项是 A. 写信给父母可用，安起。 B. 写信给上司可用，进起。 C. 写信给老师可用，到起。 D. 写信给同事可用，抬起。 E. 写信给同学可用，大起。答案 A、C、D、E。 5. 下列内的词语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颂语，请选出用法正确的选项。 A. 已是宜家，用于贺新婚。 B. 弄瓦真祥，用于贺生男。 C. 礼人为美，用于贺迁居。 D. 杏林春暖，用于贺学校落成。 E. 弦歌不辍，用于贺剧院开张。答案 A、C。 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标语的结构是以上句相同的文字改换次序而形成下句。下列文句中同样具有此结构的选项是 A.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B.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C. 我逆中有你，你逆中有我。 D.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E.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答案 A、B、C、E。 乙、甲、五车图集，万轴琳琅。乙、陆羽着金，蔡襄赞美。丙、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上列三组对联适合张贴于何种行业？正确的选项是 A. 银行斜线茶馆斜线乐器。 B. 银行斜线饭馆斜线酒馆。 C. 书店斜线茶馆斜线乐器。 D. 书店斜线服装斜线酒馆。答案 C。二，罗董事长的三位朋友分别在今天过七十大寿，乔迁新居，分店开幕。如果你是董事长的秘书，下面三副对联该如何送才恰当？甲，大起耳语，常发其祥。乙，交以道皆以礼，近者越远者来。丙，是有之兰春自勇，人如松波遂长兴。 A. 甲送乔迁新居者，乙送分店开幕者，丙送过七十大寿者。 B. 甲送分店开幕者，乙送乔迁新居者，丙送过七十大寿者。 C. 甲送过七十大寿者，乙送乔迁新居者，丙送分店开幕者。 D. 甲送过七十大寿者，乙送分店开幕者，丙送乔迁新居者。答案 A。 三，甲和风细雨兆丰年。乙，
白雪迎之辞旧岁丙日立风和门庭有喜丁月圆花好家事嫌疑。以上四句为两副对联，依据一般对联的形式，下列叙述正确的选项是 A. 甲乙为一副春联，甲为上联，乙为下联。 B. 甲乙为一副春联，乙为上联，甲为下联。 C. 丙丁为一副贺新婚联，丁为上联，丙为下联。 D. 丙丁为一副贺新婚联，丙为上联，丁为下联。 E. 丙丁为一副贺新居联，丙为上联，丁为下联。答案 B、D。 四，下列文句为门上所贴的四副春联，如果前句为上联，后句为下联，则依照对联顺序，上下联并未贴反的选项是 A. 桃符万户迎新年斜线爆竹千声辞旧岁 B. 雪融新茂富临门斜线梅漏笑言春吉地 C. 家兴国兴万事兴斜线天泰的泰三阳泰 D. 及时好雨润新绿斜线送暖春风过万家。答案单元跳脱婉曲飞白应用文简帖应用文之对联与题词，起始语句与否定句的省略，倒装句自谦之词与四季句型。一，中国人向来忌讳直接说死，因此有不少替代的词汇。下列文句的词意指去世的选项是 A. 苦降珠魂归离恨天病神因泪洒相思的 B. 臣以显性素遭敏凶生孩六月慈父见备 C. 彼失居于气不足畏也诸暨知其无臣去者众矣 D.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牵化思至是之大痛也一凶年积岁君之名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答 A B D E C 失居于气还没有死二书信简帖 A 晏幼可用于对老师之提称语 B 清懒系表示希望获得对方青睐之意 C. 仅瞻于某日之瞻即瞻字之意 D. 领谢意指返还原来之礼物并道谢 E. 弄璋意指生男孩答 C. E. A. 晏幼用于同学 B. 清懒系用于晚辈的提称语系对晚辈越察之美称因其年少故称 D. 领谢乃是领谢礼物并道谢三书信简帖 A. 韩仗可用作对岳父之提称语 B. 礼见系表示对收信人之特别敬意 C. 文定意指订婚 D. 先辞意及先母一扶正为请人证婚之敬语答 C D E A 韩文用于师长 B 礼见用于吊唁四下列有关简帖用语之解释何者正确 A 余归女子出嫁 B 享受卒年满五十者 C 汤饼出生三日或满月之宴 D种谢亲自登门道谢答 A C D B 卒年六十以上者称享受五下列语词与遭逢父母之丧无关的选项是 A 见备 B 失事 C 丁忧 D 公服答 D C 丁忧
遭逢亲丧。第公服，即服大公、小公之丧。大公服堂兄弟及出嫁姐妹之丧，服九月。小公服堂伯叔父母及堂姑等之丧，服五月。六，下列有关称谓与礼俗的叙述不正确的选项是 A. 古人称公婆为翁姑 B. 设宴送人远行称饯行 C. 七至敬二寿诞以及七十二岁生日 D. 附文上称先祠王母张太夫人则死者本姓王夫家姓张答 D. D. 死者本姓张夫家姓王七下列称谓解释正确的选项是 A. 太公与先公都是对年长者的称呼 B. 先比与先大母都是指已去世的母亲 C. 泰山与岳父都是对妻子父亲的称呼 D. 先夫与先君子都是对去世丈夫的敬称答 C. A. 太公年长者的称呼先公先父 B. 先比已死的母亲先大母已死的祖母 D. 先夫已死的丈夫先君子先父八医院落成诊所开张下列选项中适用的祝颂文字是 A. 祭祀公生 B. 姓坛之光 C. 妙手成春 D. 治平出击一顺手佛心答 A. C. 一 B. 用于教育界 D. 用于新居落成九下列内的词语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颂语请选出用法正确的选项 A. 宜是宜家用于贺新婚 B. 弄瓦蒸祥用于贺生男 C. 礼人为美用于贺迁居 D. 杏林春暖用于贺学校落成 E. 弦歌不辍用于贺剧院开张答 A. C. B. 用于生女 D. 用于医院一用于教育界十下列内的常用题词用法正确的选项是 A. 德业常招用于祝贺高寿 B. 近月远来用于祝贺荣升 C. 德必有灵用于祝贺乔迁 D. 勤进之好用于祝贺婚嫁一棺盖迎门用于祝贺开张答 C D E A 用于哀婉难丧 B 贺旅馆开业十一下列内常用题词使用错误的选项是 A 叶绍桃珠用于贺商家开张 B 福寿全归用于贺长者寿诞 C 琴瑟友之用于贺新婚喜庆 D 春秋笔法用于贺报馆开业答 B B 福寿全归称颂有福气而长寿的人用于吊唁时的挽联十二下列文具为门上所贴的四幅春联如果前句为上联后句为下联则依照对联顺序上下联并未贴反的选项是 A.桃符万户迎新年斜线爆竹千生辞旧岁 B 雪融新茂福临门斜线梅漏笑颜春吉地 C 家兴国兴万事兴斜线天泰的泰三阳泰 D 吉时好雨润新绿斜线送暖春风过万家答 D 春联的原则为上联的最后一字为仄韵下联的最后一字为平声收韵所以只有 D 符合此原则十三甲午车图集万轴琳琅
以陆羽这经蔡襄赞美。丙，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以上三组对联适合张贴于何种行业？正确的选项是 A. 银行斜线茶馆斜线乐器， B. 银行斜线饭馆斜线酒馆， C. 书店斜线茶馆斜线乐器， D. 书店斜线服装斜线酒馆。答 C. 甲五车和万轴可知为书店，乙陆羽可知为茶馆。注：陆羽者有茶经。丙，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皆为乐曲名，可知为乐器形。十四，甲和风细雨兆丰年，乙白雪迎之辞旧岁。丙，日丽风和门庭有喜，丁月圆花好家事闲宜。以上四句为两幅对联，依据一般对联的形式，下列叙述正确的选项是 A. 甲乙为一幅春联，甲为上联，乙为下联。 B. 甲乙为一幅春联，乙为上联，甲为下联。 C. 丙丁为一幅贺新婚联，丁为上联，丙为下联。 D. 丙丁为一幅贺新婚联，丙为上联，丁为下联。一，丙丁为一幅贺新居联，丙为上联，丁为下联。答 B. D. 上下两联之平仄要相对，尤其勾末一字，上联是仄，下联必平，故 A. C. 不选。一，丙丁为一幅贺新婚联。十五，小文参观古装剧拍摄片场，看到街坊第一家店贴着对联，是刘侯交边时起。看王令天上飞来，二家店贴着，是迟早中物，做豪仆上官。三家店贴着，五，石巧妇难为力，欠岁思农费尽心。据此可推测，这三家店所卖的东西依序是 A. 斜反斜线鱼反斜线米， B. 斜反斜线鹅反斜线菜， C. 书反斜线鱼反斜线米， D. 书反斜线鹅反斜线菜。答 A. 第一家对联，从刘侯桥知道是斜字，属课本的刘侯论。第二家对联，从池豪仆知道是鱼，属课本庄子濠梁之变。第三家，从巧妇难为，属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应用。十六，下列文句使用起始语气的选项是 A. 愿陛下精敏于臣，听臣真挚，属刘侥幸饱促余年。 B. 当讲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奴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C. 成王国建福，至为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惜。 G. D. 众念盟军时事过后，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俱道所以祭军时获见数也。一，陆大辟因三百余人，纵使还家，曰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其小人之由者以必能也。答 A. B. D. 十七，求然客船，杨素奢贵自奉，礼义人臣，末年亦甚，无父之所附和，有夫为持颠之心。文中无父一词修饰的对象是 A. 既修饰之，亦修饰有。 B. 既不修饰之，亦不修饰有。 C. 修饰之，不修饰有。 D. 修饰有，不修饰之。答 A. 十八，
下列何者为倒装句 ？A. 无谁妻 ，B. 无谁与归 ，C. 欲谁归罪 ，D. 无耻之耻。一、人莫之非。答 A. B. C. D. E. 十九。逮列文句经过调整后，何者意义不变 ？A. 九以无不复梦见周公无不。复梦见周公久矣。B. 为宜正所以名臣，名臣正所以为宜。C. 焚膏油以祭鬼，以祭鬼焚膏油。D. 造物者之无尽藏，无尽藏之造物者。D. 大人是即以为礼，大人以是即为礼。答 A. 一、二十。下列文句使用被动式的选项是 A. 百姓之不见宝，为不用恩焉 B. 礼与曰：家有必肘，享之千金，思不自见患也 C. 子夏既除丧而见，与之情和，知不和，谈之而不成身 D.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答 A. 二十一。下列何者在文章中属自谦之词 ？A. 为见以为见，当世东宫。B. 故自民国赵造。C. 妾以为与君时游处相好日久。D. 若王政而有益于君，敢以凡直事。一、凡我多事，及我有朋，为人为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姓，此则不宁之至也。答 A、C、D、E。二十二。下列内部属于自谦之词的选项是 A. 齐王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B. 仆自到九江，已涉三载，行骸且见，方寸甚安。C. 鲁智深道：洒家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宵，明早便行。D. 凡我多事，及我有朋，为人为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姓，此则不宁之至也。答 C。二十三。下列诗句所描写的季节与其他三首不同的选项是 A.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B. 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C.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D. 摇曳泛青色，西风生翠萝，残萤栖玉漏，早雁拂金河，高树小孩觅，远了情。更多：淮南一夜下，自觉洞庭波。答